OK。要加油加油哦！我太要睡了。在想怎样帮他，怎样了解这个病啊、然后怎样保护他，因为他啊、一定会给人家欺负，一定会给人家笑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弯了，对吗？那普通的小孩子的大概是一个那个没有那么弯，是那个这个黄线的，可是Jaden的已经弯了。这个是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所以我是要一直给他这样子 stretch， 如果他可以 reverse 那个 curve 的话，就可以帮到了。他的手最 straight 是这样，就是这样才，所以我也是会帮他拉一下，轻轻拉。他这里的骨骼会弯，如果这弯的话呢，他就会很痛，以后的话需要开刀，所以我就跟他 massage。这个脸，他不要喝耳精，早上就不要。所以说他一直打头的话，我们也是担心是不是因为他头痛啊，所以他一直打他的头啊。C is for car. Car. D is for dinosaur. D is for dinosaur.他打 confirm 有这个症状的时候，我就电邮给那个校长，跟他说我知道社内已经有学校有一个位置了，他也有这个症状，我要通知你们医生啊，所以给你们做一点心理准备。那个学校的校长，他只花了5分钟就打来给我，其实跟我说一些不应该说的理由了，这样要推掉他了，就是跟我说卓先生啊，你懂，我们学校很红。很多家长像你这样已经开始报名他们的孩子了，所以说我们学校位置已经满了。可是这不是你像我说的啊，因为姐姐已经在学校了嘛，生人一定会有位置的嘛。他讲是我们已经跟我们的上层讨论，我们不可以不能允许生人这个病情。那你们身为一个preschool 的校长，你们这样子排斥我的孩子。他又不是说他要 on tube， 他要坐轮椅，他只是个子比较矮一点，所以你身为一个校长的话，你应该多多的，因为他有这个爱心的话，你应该多多的注意他，你应该多多的鼓励他，因为我们也不要他整天留在家里啊，我们要跟他跟社会的朋友一起交流，跟交朋友啊。第一方面呢，这个药还没在新加坡被批准，所以说如果没被批准的话呢，就不是在政府的医药普单中。第二点是最重要的是也是它的费用，我们最可惜的就是因为那个药物太贵了，我们负担不起。因为小孩子他们的成长力是从0岁开始到14到15岁。就是他们过后就不长了，所以说如果你这个药你花了5年10年的时间，你直接跟我讲我批准过后，他们的寿命剩差不多5年 for 这个药的效物就没什么用了。 Who is this? Banana。 等下我们买这个给他，所以他的脚在下面，他的手在上面，他可以拉直他的背，他就会 stretch。
你看它这个就比较平了。因为有时可能它这个病情它不可以爬楼梯，所以说如果它到的小六或者小屋的话，如果客室在楼上的话，可能要把客室放在低楼啊，而且它的座椅的话可能要比较矮一点。我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会好好的成长，不需要那么痛苦或者这样很多 pain。如果有 surgery 可以 avoid 到的话最好，就是他可以在这个社会给是一个 equal 的 opportunity， 没有 discrimination。可是这个社会也是很残忍的，我们就是知道。一定会很难，嗯，我要教他怎样比较 brave， 怎样去tell people that bullying is not right， 嗯，怎样 stand up for himself 咯，嗯，这是很长的路，所以我自己也在学，嗯。